在座的有多少人在帮我打光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从这边开始看啊，就看一个光。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？我手机在直播，没。这是你的。我倒点酒。欢迎在。ME， 对，用 ME， 很棒。有没有给我送个礼物的吗？放在这个上面就行。这送了小星星。我也卡位。他好像可以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两个联手可以赢他的，放心。辛苦。哎，我包里有那个什么。这送小星星。不要打 PK 的，我跟你说，方圆。哎呀，他们家包你是谁？阿门，赤焰红莲，赤焰红莲不是关注我的吗？你们给榜啊，榜二是晴天，也是一个特别大的网红。哎，榜一走了。再见纳美克星。你喜欢这样的呀？再帮我来点酒，往下拽。这方面比较眼睛。我生日啊。不送啊，你们来就好了。我看。加我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啊！喜欢对面的主播可以点点关注啊，粉的，不用给我送。加油啊！赢了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对，我们俩打 PK， 他反正我知道他有榜一大哥，对啊，我没有榜一，可怜的很。你这个打瓜，来个打瓜。哎，好像是亮了一点，亮了不少。中教过25岁的生日，那就随便。你是女？卡吗？应该网络不好吧？烟给我。买广告了。进去了。先剪了头发，评论一下。欢迎阿亮。好看，还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是吧？对他卡。用 WiFi， 大叔比大叔帅，开大叔。啊，生还没到呢。我是明天晚上，你可以。
阿聪的加油呀！你失败，失败了就失败了呗。哪里？你明天几点钟来啊？晚一点吧，欢迎阿亮。我不知道哎，该下午去了吧？他那欢迎老胡很凶。哎，我俩明天下午有人打麻将，就他卡你。真的，方圆，你要么切换到地板，太卡了。你卡我网良好是卡。我上面显示他卡。我们这边所有人都说是你卡。我欢迎志远，我直播间没有人说我卡呀，卡，那是你卡，我不卡，对他卡，我有充电宝，我少了一个，我说明天晚上有人打麻，明天下午是有人打麻将吗？有人打麻将我就早点过来，有打麻将就有，现在已经有两位了，加上我三位，加上你四位，还可以啊，那明天我就下午过来呗，我。睡醒我就过来呗，可以，早点来，别掐点来。你要打麻将，我就两点钟过来呗。嗯，两点钟过来。我估计我过来你们没起床吧？头疼。绿屏那怎么没有绿屏吧？欢迎故坚强的偏执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故作坚强的偏执，刚录屏。哎，我还有，哦，你真的卡死了，重连一下吧。是你卡了，重连一下。好吧。哎，你还有机会吗？这话我怎么回答呀？好好工作，小九。立即开启摄像头运输。你浪吗？刚什么？我说你凭什么？你播几分钟就有5000多的音浪吗？凭什么？先不卡了吧？Coco，对Coco卡了。这边发现直播的时间啊，吴军蛋也来了，欢迎你啊！欢迎，谢谢你真帅，谢谢。谢谢吴阿涛，谢谢让你脸红送的鲜花。在你那边上，你没大哥对我。哦，我大哥没有。他过生日。哦，他在是吧？这个挑战过后就是你送一个喜爱了，送个小星星了，有没有九个人抽？欢迎那是娘。我放点许克门，给你放点爵士啊！卡爷就是卡爷，赢不了啊，没不一定要赢他嘛，可以不赢他。玩 Lost 迷失。哦，明天上班上课的，赶紧睡觉去啊！赶紧睡觉去，玩。嗯，我现在还差八，你自己看着办哦。快，最好是让喝杯酒。you
我只是一个平均。马林斯，你要不要脸，你小可爱，我。啊，你再说，跟蒲小胖。在什么地方，吴京蛋？原来蒲小胖是憨妻的大哥啊。对面好。对面是谁啊？你说的是我吗？你啊？你是不是傻？我你输了。明天你就会和他一起打麻将。明天你就会和他一起打麻将。好吧。还有遵仪。你看这遵仪在给我打光，他看不见。这是啊。哎呦全是酒。哎呀，这下播了吗？你们可以看任务了啊！粉丝灯牌到八级可以加凯爷的 VX。VS。对 VX。在小兰州啊，我是甘肃人。铁头。我在凯爷旁边给你刷礼物，我要死。你那边出现一个雷劫啊！我输了，居然对面的宝。对啊，你输了呀、啊！我都没有注意，阿涛是吧？哎，不是，故作先。没关系。所以说你坐个什么车吗？好了。有，我帮你吸人气的好吗？那输了也要做惩罚呀。把你跪下叫爸爸。现在是你输了，你先把上把的做完。我这把可以上把没有，我可以输，我可以跪下叫你妈妈都没问题。你最好是这样。不，我跪下叫你，我跪下叫你姐姐吗？加油关，对，我是加油。不要脸。我跪下叫你姐姐吗？来，尊一。真的好，他们在喝酒哎。谢谢。再关注。我来扫，来。我来。我来，不要拉着我，我来。我来扫。记得 PK 了。弄着玩了，我们再玩一把，我就要下了哟，我就要。我早都想下，我早都下，因为大家都喝酒。那个军发写真上怎么没发视频？我发了被抖音爸爸给那个给封了。然后你们想看的话，可以去我的微博去看。微博。哦，完了这让他说，完了这个我就下了，完了这把我也下了。我明天要去成都，就要早点休息今天。让他输，对啊，让他输啊，最好是让他输。哎，没有大哥吗？那给我吧，给我放这。你往里倒点，我手我来倒，撇着劲儿。你又买了？哎，罗老师，这个项链是我自己带的货呀。我是甘肃人，嘉峪关的。Hello， 阿米丢。打起来了。我那，妈的，我坐在这里。
啊，你想和我连线啊？那你有话题吗？可以啊。店长哪里人？店长甘肃人。我剪完头，洗完头就完事儿了。你也甘肃老乡了？让他吃的安心了，好，让他安心喝酒，好的，好。有没有十个人送个小心心的？现在是成都做什么呀？我来出差啊，我来工作啊。去茶叶直播间逛一下吧。自己很北，说的有劲儿。拉黑吧。没加音，没加音。睡吧，睡吧，睡吧。奶酪也在啊。我认识他的经纪人。谢咖啡。好多人都说。谁呀、啊？雷佳音吗？对啊，雷佳音是。不是啊。就我自己发了三个。是吧？是啊。他是不是在我印象中里不是？我应该是。哎呀，拉黑我的方言。我也在呢。他不敢，他不敢，我猜他不敢。要挑战他忍耐性，我猜他不敢。好的。你昨天装？百里屠夫。你们翻翅？应该是跑向冠军，像一个宠物一样，水塔水懒，那叫什么？早点休息啊，晚安，拜拜。那时候风停了，赢了。有人会偷塔的啊？还有一分半啊，无所谓。那方圆的容器这么给你火，方圆听见了吗？啊？我在说你的容器没他火。晚安，晚安，晴天。贝尔蒙，欢迎越南的朋友。方圆是一个女的。他是方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如果喜欢对面的小哥哥的话，可以点一下关注啊。对面不喜欢也要点点。对面的不喜欢也要点点关注呀。对面的小哥哥可是人民解放军啊，退伍应该好这口啊，没脖子的可能。输了就输了吧，输了输了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陆宇翔，我去。拜拜拜拜拜拜，你们要睡的快去睡啊，我不玩。这次晚上我就要睡啊。对面的小哥哥说话比较直，不长脑子啊，所以会经常喷粉丝。嗯，我们这儿坐着一个他曾经的榜一大哥，就被喷了。今天我又不胡来送的热气球。没卡上吗？还是不要这样呀？打的是。晴天吗？没有，榜一大哥今天送了宝石、啊，谢谢。我告诉你，方圆，如果再欺负人家的话，人家可要把你拉黑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明天看你表现啊，你赶紧下吧，我也要下了。对。什么表现？军警一家亲啊，人家是警察，你是当过兵的，你们俩就那个啊。什么鬼？快点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快下吧，快下吧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贱人。我还以为要输了，没有，没有，对吧？谢谢我又不回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下了，下了，我要快下了，500块钱了。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明天见。好的。那我明天去哪里找你啊？我是直接去那个饭店吗？对，直接去饭店就好了。好吧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下不了。我是不是也可以下了？
在萨瓦迪卡，不是萨瓦迪卡呀，我在成都都没怎么吃，一天就吃一顿饭，你不回家再熬一会儿，好吧，再熬一会儿啊。你们明天有工作的上班的都可以下了啊。可以不用打光了，来吧，你打装吧。遵义来，我说有扑克牌吗？有牌子呀。扑克牌玩完玩，吃点红颜。志伟，没有，我们就在一个朋友的酒吧。我刚来，文轩。这是要打广告吗？你们喜欢比较那种有文艺气息的男孩吗？诸葛文轩就是啊，他写了一首好文章，我看过他写的文章，你们可以点点关注啊，这是一个有知识有内涵的人。啊 ，GF， 你也是你生日吗？怎么刻这么快？想松手？你跟他说啊。不知道取什么名字，大爷你没分手吧？分手了你想干嘛？脸蛋是不是又胖了？对，又胖了。祝你。好不好？你开个嘛？哎，我手机密码是多少？我给你放首生日快乐的歌吧。太好了，要开开心心的，祝你在新的一年梦想成真，找到好的对象。多多赚钱啊！泡泡龙也来了，好久不见啊！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为什么？祝你前途光明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开了个别人的手机来一下，快乐！我自己的手机啊，我俩手机、啊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有个温暖家庭。你把声音关小点，关小点，它会有回音的。做的小手术怎么了？什么手术啊？但是啊，不是我吃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祝你幸福快乐，健康。真的没什么可羡慕的，为什么没不羡慕啊？你是不羡慕什么呀？祝你生日快乐！我明天生日，我十七号生日，本命年啊！记住啊，记住我 GF， 二十四多好的一个年纪啊！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我特别希望我二十多岁。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二十九、三十或者是三十五左右。但我现在三十快三十五了，我特别想回到十年前那样的，好好的活一下，好好的。谢谢你哦，百里徒步的铁粉，把我上直播了。听不清我说话了是吗？相差八岁。我二十岁能想到我自己会发福吗？以后过得超快，给他七个。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想到我会发福。我当时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还在健身啊，我身上也有肌肉，但是现在发福之后就胖了。但是还是有健身的底子在。黄金时代，每个人那个年纪最好。我是十七号的。没想到你会，生日快乐！我是十七号的生日，今天才十六号。谢谢谢谢，你有肌肉没看到，但是有练过的痕迹啊！你们要翻我的微博也被我设置了，来来来一起来，来来来来，
祝你永远都不幸福，祝你幸福。妈都这么记仇，妈你知道了帮别人方言好不好？那祝你幸福吧。现在也不丑啊，所以你们要好好珍惜你们当下和眼前啊。我们今天12:23、12:30下播，再播十分钟我就下播了，所以没有加入灯牌的粉丝们赶紧加入灯牌啊。灯牌就是代表是这谁是粉丝吧，是不用送礼物，不用送礼物，送个一毛钱灯牌就行了，送一毛钱灯牌就行了，不用送礼物，不用送礼物。你们没有灯牌的亮个一毛钱灯牌不过分吧？其他礼物都不要了。哎，这个灯牌可以进去就送一个，进去就送一个吗？没有，它是10:12是一个档。哦。12点以前会有一个，12点以后会有。我刚刚送过，又可以送一个。我34啦。八百没在。对啊。他不是有点说，不愿意不认识。愣说。不爱我的话，我不充钱。我打游戏都打得特别晚，你估计都睡了。你家凯一下14，你们也可以点点泡泡龙哦，泡泡龙也很帅。我觉得6级的人太多了，加我加的，就是之前老粉丝，你可以啊，可以，老粉丝可以到6级加我 VX 啊。新粉你就到8级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又不是规矩，又不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播10分钟下播啊，再播10分钟下播。哪里是看粉丝灯几级啊？就是你前面你看到灯牌了吗？黄色的马甲卡爷，然后有个几级灯牌，那个数字几就代表了你在我这儿已经待了多久。熊花，欢迎你啊！最近没忙，没看清楚，我也忙。天天忙着跟冯警官一块喝酒，是这个红星吗？对，黄星。哦，黄星。我应该也算老粉了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我的 VX 呢？你只是个粉丝，但你没有加入灯牌。灯牌点这啊，点这，点入黄星加入粉丝灯牌，里面有送灯牌，一毛钱就可以了。八级了，赔付还赔付？你可以私信我啊，私信我。送但我才2级，加油！我会17号那天会播的啊，16号、17号，16号我会播啊，明天下午我会播。Hello 梁生，对，你是铁粉，你特别铁，你都有 VX 当铁了。才2级开始没加粉丝团，别着急别着急。吴俊男在兰州什么地方开酒吧？安宁还是在城关？是王姐不就唱吗？大晚上嗑瓜子儿，他开了一个主播比芝麻的时候帅了，谢谢你啊。叫蒙哥的诱惑。人是会成长的，人是会成长的。前面应该加了再送，他也是开灯到他就不管了。没有，你们其实每天送个灯牌，在我的直播间待20分钟，你们的亲密度就会上来了。这样的话，差不多，如果我每天直播的话，你们待个都能蹲到的话，差不多20天左右时间就能加到我的 VX 了。如果是送礼物的话，可能会更快。如果是有学生或者是未成年的，你们就请出去啊。我们要保护未成年。如果我要开这样的酒呢？我每天就要，我也不一定每天都播呀。剧本写得好，剧本写得好，哈哈哈，哇哈哈。在朋友的酒吧。或者东边一点，就是女生比较多，比较早去开酒吧。我明白了。这里面竞争太多了。太多了。我尽量每天都直播，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。他们自己的本来那个啥，可以和我交朋友吗？你的灯牌到6级、8级，我就可以和你交朋友。因为你如果是真的喜欢我的话，你一定会带到8级。
Hello。哎呀，今天主角来了啊！起开，好嘞，姐。干啥？自带饮料、酒水来的？自带矿泉水啊。反正我吃了没用呗。我买了烤面筋，干得漂亮。对， 对黄飞，你们今天有看到黄飞的视频吗？滚，滚，你没看？他今天你滚！我今天发的在群里说的，有没有人喝这个？是在群里，我撤，群里我也撤回了。不行，为什么？不批准。他今天不让我进群，我就觉得不对，你不让我进，好像。那你要不要挂？我不是挂着，给你吧。不要生气了，看了，你这么多人看了。嗯，这谁说话？我看试试啊，连续剧叫什么？价格也挺吓人的，398。连续剧叫芝麻，你们可以在 B 站上看。小薇上次来就想玩 River， 特别好玩。我操，今天玩太。换了一个版，就这个 B。我本来想玩那个。但这个不是很吓人吗？玩哪个会更好玩吗？那个 B 东，对，那个 B 东。更好玩。谁吓人 ？River， 小薇上次贼鸡巴想玩。我要暴打黄飞。我问了几个朋友，本来订的那个版，然后我跟他说了。你为什么要暴打黄飞？必须得。嗯，喜欢这个猪的请关注是黄飞呀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谢谢梁生。喝酒了吗？喝了呀，有杯子。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老公。我操！他说他要睡觉了，你给小金姐发的他要睡觉了。三月十号阴历还是阳历？我是阳历的，阴历的生日，对，亲一个，不能亲，不能亲啊！卡爷不喜欢瘦子，卡爷喜欢军警。我喝水，我有水。你喝多水？我明天早上还有事儿。哦，对，他明天早上要上班。那你把这个给他吧。哎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嘛，他们都不认识。没关系，遵爷，这个是耗子，就是他昨天晚上在床上抓耗子的那个耗子，不是一个耗子，对，这个是本小本，我就不叫本子，叫本子我就好吃亏啊，哦，他自己叫本子啊，耗子，然后这个叫冯聪，见过，我们一起玩的，我们一起玩的密室，哈哈，我认识贵妃，对，皇贵妃，皇贵妃说话就是不一样，再抹一下吧。哎，真的，你一定会涨粉的。今天我发了一个关于他的视频，闭嘴，没看吗？他给我打了七八个电话让我删，我删掉了，我没删，那我放在那个里面了。然后群里我扔进去，群里他让我撤销，我就撤了。他不让我进群，他没发群里，我发了，我撤销了。哎，一会儿加个微信。你要换手，好，没问题。他不让我加你微信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你不让加，哎，请问小金想问你为什么要换手机壳啊？啊？那个比较珍惜，我放在屋里擦，擦了又擦，因为出来要喝酒，我怕弄脏了，你知道吗？喝吧。哎，火了！你不是不喝吗？这个要打火机哥，对，他不喝，你有他有。我后来再打一圈吧。卡卡，我发我们的群里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他不在我们的群里，三群是吧？那边有。我下播的时候发。不能吧？看你给我刷一个什么火箭呢？没你给我刷一个火箭吧，我给你发。发火箭？不用。晚安卡卡，晚安文轩，晚安文轩。我要看卡爷，我在旁边，我在旁边。所以你们四个人玩了 River？ 没有。我们是不是玩的 River？ 我玩的叫。对，很好玩。他还是不剧透了，我觉得剧透不太好。哦，还有三分钟哦，三分钟之后我就要下播了，没有加入粉丝团。没有加入粉丝灯牌的点这里，加入粉丝灯牌啊！多可怕呀！趴在哪儿？我喜欢你抓你腿啊！抓我抓腿！哎呦 ，sorry， 肚子会打人吗？不会打，没关系。啊，得亏没有去。但是里面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有个母的，你绝对能母过他。一个男的，我饰演五个角色，你一定会赢。因为他真的就真的，他里边真的一个 NPC 男的扮演一个女的，我操，就一看就是 gay， 我操，巨母。我就跟他比划姐，对，我就说，我跟你说，我当时跟 NPC 说，我说这个黄飞要在，他肯定说姐姐你最美。那不可能了，人家跟他比美。再播一会儿，任务做完了，快四级了，加油加油！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
你穿的像对我又胖了，你们赶紧把灯牌亮起来，点这里啊！我一会儿要下播。里边穿个背心，外边穿个衬衫。没有，这个是我不是你是窄的吗？果然是窄的。没有，他们说有时候穿衣服会。我不玩剧本杀。他们那个便衣王百万都这打扮，便衣都穿的这么土吗？你们可以给我，就是我觉得穿着花枝招展，再刷礼物就不到六级了，不用刷礼物，你们就送个灯牌，一毛钱灯牌就行了啊。我帮你改，礼物留给你们喜爱的男人去刷，送个灯牌就好了。我喜欢你们穿一个这个卫星。密室，我是 NPC， 你是哪个密室的 NPC？ 现在很多人可以去玩吗？可以去玩吗？鬼，我扣起来吧，我热呀。天，你可以把这个收起来了吧？收起来了。这个灯吗？他在帮我补光。他要帮我取一下好几个。不是你没出来约是桌上本身那个灯吗？没有，它不够亮。那看到反派要出金吗？啊，送给自己什么？送给自己？这是我老公。卡以来吧，卡以来吧，什么意思啊？鬼，你私信我一下，私信我一下。在干嘛？在 drink。我在他后面躲着。好帅吗？其实不是躲着，我在后面给他抱着，他在前面。我操，好炸！谢谢一只胖虎。还有一分钟，我们放首歌，好久没放过这个歌，放完我就下播了啊，宝贝们。哎呀，真的啥人？我还有应该是最后四分钟啊。那个冯警官是应该听过我这首歌吧？我头好痛哦！不要放老 baby 了，不当不放老 baby 了。哎，那首歌去哪儿了？我在你直播间咋这么好看啊？这瘦脸开了多少啊？你可以不出现。你看我在直播间的高。你看是不是本人也好看？哎，你看好呗，没事没事，赶紧挪走，赶紧挪走。谢谢韦少，谢谢韦少，不要喝了，喝点水。好的，黄飞真是凯爷啊，这首歌好好年代感哈，好久没听过了哈。你是魔鬼，好，你是魔鬼，你是金，你是我的老 baby。感觉我们那个战线已经拉好了，啥战线？啥战线啊？我听着呢，想跟方一火吗？对，可以啊。啥意思？你想跟方一火，那你就废了。啥跟方一火？你问问他是谁的战线，你问他是谁的战线，真的是谁的战线？啥呀？啥玩意儿？是谁的战线？啥叫战线啊？没有干啥呀？干啥了？天天听啊。啤酒，明天吗？明天你要喝酒？不喝吗？你可以不喝。他意思说不喝酒啊，明天。妈呀，他今天还问我，我说，他说你酒，你我说明天你在桌子上应该见不到一瓶酒。哦，我肯定是见不到一瓶酒，我肯定是不会喝的。明天不喝酒吗？想喝吗？想喝我就买嘛。你喝白的，我们喝啤的。我喝啤的。你喝白的。二月十五，我是农历的正月三十。我来大姨妈了，我不参加你们的代表。宝贝儿，香的耳瓜。孕妇不适合喝酒。我派我们家属，我们家属上。我怀孕还是大姨妈？干嘛不要这么暧昧好吗？你是皇后的妹妹。你咋喝点酒脸红成这样了呢？本来就过敏。那你喝瓶水吧，少喝点。请母起来好不好？别给我母风波了就行了。本来我也不母，对。你真的留胡子很好看。正月三十怎么到？阳历是正月三十，阴历是三月十七。他可能就给你刷个宝。我现在在成都啊，在成都。鬼在哪儿啊？我性格很好，请夸夸我，黄飞。啊？夸夸我。让我想一下，他挺好的。我昨天晚上回去睡觉，然后一开门，闭嘴，锃亮的大屁股，我靠，连裤衩都没穿，我就天天跟他裸睡，他裸睡，我穿裤衩。然后醒来之后，然后你是裸的？没有，没有，那不会，那不会，那不会。我俩之间没发你爸的时候，我俩两个被子。
我早上起床，我那个被在地上，我俩盖一个被子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。有点吓的，意思吗？我吓得不行，我早上起来，我都有被子呢。你钻进了凯爷的被窝？那不可能，那不可能。难道说我钻你被窝？那你被子为什么在地上？我先睡的，你后睡的，应该是你钻的。没有，黄飞把他的手伸进去，伸到他后面查一下，这个有没有进去。好了，跟各位打个招呼，我们要下播咯，这首歌完了，拜拜。直播难忘今宵，祝大家有个好的夜晚啊。请你先开始吧。说啥？开始啊，跟你的宝宝们打个招呼，说再见，拜拜。晚安各位奋斗少年，小橘子，小橙子不吃小，小橙子不吃橙子，来说个晚安吧。拜拜。冯 sir，你也说个晚安吧。Hello， 拜拜。拜拜，各位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